途中这名帅气的男子是迪拜的二皇子，叫哈曼丹，出生于1982年，是迪拜现任酋长谢赫·穆罕默德的儿子。2008年被封为迪拜王储。哈曼丹在迪拜接受基础教育，后来远赴英国求学，毕业于有英国西点职称的桑德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。英国大名鼎鼎的威廉和哈里王子也是就读于这所学校。之后哈曼丹还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、迪拜政府学院的特殊课程培训。他爱好广泛，是一位诗人的同时也非常喜欢各种运动，滑翔、冲浪、足球、排球等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最喜欢的运动是马术，曾获过不少奖项。他的宠物是鹰隼、狮子等。哈曼丹还是一个爱车族，在他家的车库中有无数的好车。他在2009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最性感王室成员中排名第四，仅在英国威廉、哈里王子及查拉公主之后。这个榜单已在国际和媒体上的影响力及家族财富为衡量标准，可以看出比昂斯从多牛、尼玛瓦千少女的王子。他的感情世界也让人们津津乐道，曾有传言他喜欢上一位沙特女人，还为他写过不少诗。不过最终哈曼丹还是向现实妥协，和他的表妹订了婚。这种近亲结婚在阿拉伯很常见，据说政治因素居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